记，点按那个编辑，现在要加一个艺术展哦，展览，艺术展览跟艺术展，差一个字对不对？那花布以后现在要点按那个艺术展哦，哦，你看还是有呢。而且跟那个艺术展览的那个出现的目录又不太一样了。你看艺术展的那个影片175部比较少了，艺术展览的可能比较多了，96个频道。看你丰富的内容有没有？丰富的学习资源呢、啊？想要学习的话，这里面有很丰富的学习资源。欢迎订阅本频道，然后在这个频道的社群里面，你看，你发布那个贴文，你看你要寻找要搜寻的。关键字词前面加个井字号，发布贴文以后就有超连结功能，点按超连结。现在点按艺术展览，差一个字哦。哦，你看这影片就比较多了。这里艺术展览的影片数294，比刚刚好像170的就要多了。频道也比较多了，善用这个。宝贵的资源呢、啊，内容丰富啊。YouTube 帮忙完成了、啊，结合全世界网络资源，再点那一个艺术展。你看，哦，艺术展的频道反而比较多，影片数比较少，但是频道比较多。哦，神像百工百艺特展。打一个字，然后它就会出现人家有做的标签了。你看这么多种，这么多种。先打一个意志，然后你看相关的哈，跑掉了，要按右下角这个打勾才不会跑掉被遮到。现在打了，你看要显下面的，又不好向上滑，按右下角那个蓝色有打勾有没有？按，哦，下面就看得到。要得到那个标签了，然后。
然后贴在这个自己频道的社群，社群发布贴文，自己频道的社群发布贴文，关键字前面都有加警字，就是这个影片标签前面都有加警字哈。然后发布以后就可以点，有超连结功能就可以点按超连结。然后来看看那个影片数啦，频道数啦，就可以得到那个影片目录了。跟艺文有关的、艺术有关的影片专辑目录哦。加个懒字啊，艺术展跟艺术展览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艺术先教艺术史，同样艺术，哎，不一样的术啊。看这个术啊，看。全选。复制啊，太长了，太长了，这个三遍。所以说得较多主的失寡助。嗯啊，好，那对这个，可以到那个。贴到那个频道，那现在这个要属于哪一种？很好吧？按右下角打勾，然后按上传，然后又按右下角，哎，右下角媒体库有没有？按媒体库，然后上面那个自己频道的标志图，然后按自己的频道，按你的频道有没有？然后还按社群，超连结项目要去推，滑手机嘛，去按那个社群，有没有看到社群？那在社群这边也可以贴上去咯。你看影片标签都是关键字词，然后前面或者专有名称前面加警字号，现在要发布了，有没有？要发布了，那发布以后呢，你看那个有警字号的字串了，你看都变成有超连结，超连结功能，现在要开始来检查咯。现在按那个标签函后面艺术创作，有没有？按点按艺术创作。哦，你看517部影片，157个频道，有没有？有看到啊，那个叫艺术创作的专题影片的目录，你看那个艺术创作的专题影片目录，所以这个 YouTube 帮忙整理了，这样就快速拥有全世界的资源，全世界的丰富的影音资源、教育学习参考资源，有没有？刚刚上传的这个图片呢，现在左上角有没有天鹅呢？天鹅还不是一般的动物，还是天鹅。你要学艺术创作，你看可以从这里面找到很多资源，你的影片的缩图也
影片的缩图有的也都是做得很有美感，要得到影像就是从这个 YouTube 影片资料库目录就可以得到很多影像了，各种主题的，金木水火土的啦，艺术人文啦，理化啦，英文、历史、地理，用学科来分，或者是用那个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来分。或者是用五行来分，这样就已经很多种了。然后就可以找到很多图像了，可以善用这些图像，所以还可以善用这些影片呢，有丰富的学习资源。好。就这样哦。然后来再